如果掉下去会死掉。这边还有一个问号，问号，问号的。大家好，我是Fisher。现在呢，人在北海道。那其实我之前就看过 Fisher 所介绍过这间动物园。那我现在也非常好奇，这个动物园里面到底是长怎么样，我们就赶快去看看吧。然后从这边进去，然后这个就有一种你要被吃掉的感觉了。进来之后呢，就会看到这个牌子，它就是有说呢，这个动物园不是普通的动物园，非常的危险。所以说，如果什么受伤了，或是有任何东西损坏，全部都是自己的责任。OK， 那我们就走吧。是什么？从这边过比较可怕，是不是？哦，它有普通的入口跟这个狮子口的入口，从这边走比较坎坷。这个楼梯。符合人体工学的吗？只是单纯不符合人体工学，然后非常的难走。我看到了长颈鹿先生。长颈鹿的鸡鸡。我是八斤。哦，那是肚脐哦。我不知道哎。肚脐这么痛吗？这边主要是可以非常近距离的接触，这样子吗？咦，啊！超喜欢上镜头的，那么会看镜头。现在看到一个非常夸张的，就是长颈鹿离我超近，它的头在这里。这边有鸵鸟，它在看镜头。我来到一个让我很兴奋的，这边都是兔子，而且是可以摸的。跟狗一样大只的兔子也太恐怖了吧！超巨大的兔子，也太大了。这怎么长得跟袋鼠一样？哦，这个跟狗一样大哦，好软哦。它吃得够吗？这个这么小一个，我哭哎。我怎么跳出来啊？嗯，好乖啊。我现在看到一个非常非常让我兴奋的东西，它这边有蛇跟鳄鱼，可以做体验。我当然一定要体验了，我最喜欢蛇了。现在你真不知道怕吗？为什么不行？因为我上次去了那个动物咖啡厅之后，我就发现蛇其实很可爱啊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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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意外的就是非常冷静的让我抱着，一个很神奇的感觉。应该是吗？是。哦，哦，大丈夫です。大丈夫です。赤ちゃん2歳です。あ、そうなんです。2歳。2歳だったら人間の歳くらいですか。2歳とかですかね。子供。まだ子供です。现在看到一个这个，不能把动物抱起来，然后不要追动物，然后门一定要关上。来看一下这扇门后面是什么。等一下，我看到很夸张的东西。哇！天哪！我这样蹲下来的话，雪村君先生就在我旁边。哇塞，这个动物园真的很神奇哎，但是这边有很可爱的水豚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再走过来这边，有一只在睡觉的蜥蜴，这边是鸟儿们，上面就是这一只。我看到一个好可爱的，哇！是吗？好酷哦！我全部都归走。
现在呢要来体验喂狮子。こちら。割と優しく食べる感じ。いいかいいか。たち人が育てたんですよ。だからある程度人にはなれる。へえ。これ子供の頃。可愛い。他小时候是长这样的。へえ。へえ。好，现在这个园区拍完了，然后我们就要去。最经典的那个要签生死状才能进去的一个园区，但是这个园区呢，它是要先从这边出来之后呢，再去下一个园区，然后门票呢不用再重新购买。OK， 现在到了，这个都在这里，这个也太可怕了吧！这外观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感觉。哇，里面有可能会有事故或是受伤，然后不要惊蛰。好可怕哦！来，我来签名了。四月书。没水，有点坎坷，很好没了。我要进去喽。会超级无敌臭的刺猬。哦，看到了。哪里？在洞里面。在那里，那个，那个刺猬的刺，它刚刚大动了一下，我吓一跳。很危险哦，它就是走那种非常小的路，要超级小心的。它旁边有那个绳索，然后它真的是很多刺的。接下来是这个。是食人鱼，就是要走那个红色的桥，太可怕了吧！哇，走这个红色的桥，然后下面就是食人鱼。这边还有一个问号，问号，问号。好像，好，好。拥抱。这是假的啦！哇，太恶了吧！这是我来，这是我。我觉得刚刚那个是最可怕的。是这里吗？如果被咬到的话，他们的牙齿会有毒液释出来。然后被咬到会非常的痛，头晕，想吐，肤色还会有变化。咦？你自己在哪里？哎，他在瞪我。好恐怖哦，在哪里？一进来的右边哦。好。拍着你，你好恐怖哦，我会怕。还有哎，还没结束，这个真的写的超可怕的哎，如果掉下去会死掉。好，那地板是透明的哦。你等一下，我过去，然后我拍你好了。超恐怖的，它是这样子，然后鳄鱼就在下面，我要过去了。哇，我觉得好恐怖哦。你成功了，成功了之后，这里看到一只狐狸，蛮疗愈的。はい、いい感じですね。ね、男の子です。可愛いですよね。やっぱり虫が好きだったりとか、ね、お肉が好きだったりとか、あと果物だったらバナナですね。甘いですよね。美味しい。私は待ってなかった。どうりどうり。アイマスクみたいなバンドが可愛いですね。
よいしょ。ほら。あんちゃんが悪気なく近づいて行き過ぎるので、ケンシロウくんはちょっと怒ってます。かわいいな。あ、よかったよな、あそこに花熊の親子がいますので。ちょっとね、親子に比べて。今天在影片分享就到这边，我觉得做的是很值得来体验。其实如果说有遵守他写的那些规定，那些应该是没有这么危险。但是进去真的会莫名的觉得很慌张，就是门都打不开之类的，突然。